等到我长了，还是你一人走。之前的，就是说有机会营收的话，划算的话给你们，就十多美金。所以啊，我今天决定自己卖了，就挂消防箱车。看，每个股肉都是这么金黄的。如果你们看着有食欲的话，来我直播间，几十米啊，给你发满满一大个呢。